我已了少了你呼吸的旅程。也许我在你人生当中出现的时间会很短暂，但是我很荣幸，非常荣幸能够出现那一秒、两秒，或者是三秒，或是一首歌的时间。一辈子。我已短暂爱你不朽的旅程。接下来到点歌环节了，还是那句话，不要高兴太早，很有可能你没有听过那些歌，但是这个歌单它都是我心中很喜欢的歌，而且我也相信它一定是，可能就是某一个人、某一个你心中的宝藏歌单，对不对？好的哟，现在有九首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分别是《独白》《银刃》《跳舞的月光》《随风》《时间之海》《雪花落下》，然后《在意》《一缕执念》和《啄木》，有你们喜欢的吗？全场要倒数五个数字，我们的摄像老师就会捕捉到它，好不好？摄像老师，捕捉起来！你们仿佛就是宠物小精灵，感觉要用那个精灵球。全场，五。你在哪？在这里。你这个声音，我仿佛感受到了上天的呼唤。在这里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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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称呼你？叫我小马。小满。小马。好的，小马你好。方便问，就是听我的歌听多久了吗？19年听的歌哦，那到现在差不多5年左右。19年10月份。哦，那你听我的第一首歌是 Monsters。 哦，是那个我们的歌里面综艺还是我们歌里面的 Monsters？ 是的。哦，没想到跟这首歌让这么多人认识到我呀。还有没有其他人也听过这首歌啊？翻唱的这个舞台啊？哦，谢谢你。你是哪里的朋友呀？江苏的。江苏的。就在南京。就是南京的。我要验证一个事情，就是我来到南京学了一句南京话，怎么先？我不是南京本地的。你自己聊吧。不会不会。谢谢你。那你是在这里读书还是？对对对，在这里5年了。我在这里5年了。哦，喜欢这里吗？喜欢。哦，很棒很棒。所以你是也是江苏的，所以这里的口味会比较符合一点点。好，谢谢你。那这上面有你喜欢的歌吗？有。哪一首？每一首。我想说，就是我觉得很亲切的，就是我看到你有很多蓝色的元素。对，然后我们的雅琼妹妹她好像也有那个蓝色。就有一次我在坐飞机的时候，大家有看到那个图吗？就是一个扎着那个蓝色的辫子，然后背了个包，上面挂着周氏，背着那个上面的字是这个时代不能没有周氏，还是不能之类的语言。然后他就在我前面一起登机，然后我就哎呀好尴尬呀这个场面。然后他也没有很在乎后面是谁，他就说，然后就一切都非常的安静。那个时候的空气就是凝固到我心里很焦灼，就是怎么办，好尴尬，我该怎么办，我该跟他打招呼吗，还是应该怎么样啊？我先登机了啊。好的，那你要听哪一首？只能选一首。3号跳舞的月光。为什么会选这首？这当时看电影吗？上海场，我就想听这个。哇，你上海场就在啊。你好厉害啊。我昨天也在。谢谢你，但是务必记住，在
好好的相遇之前一定要好好的干嘛，照顾好自己好不好？好的，谢谢小马，谢谢你。可以再说一句话吗？说什么？等一下。好，说吧。宝贝，你一直唱，我一直在。谢谢小马，保你个头啊！保你个头啊！乘以3.4万。跳舞的月光。希望任何时候你们都可以感觉到我的爱就像月亮一样，有的时候可能你看不见，但是我都一直在，好吗？
深的一段情，叫我思念到如今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情不移，我的爱不变，月亮代表我的心，我的情不移，我的爱不变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在这儿，不要害怕孤单好吗？